恩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这生命充满许多的挑战。主，当我们说这些挑战、这些困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主你所赐下的恩典，好叫我们在生命中经历依靠你的日子，依靠你的得胜，依靠你的同在。主，让我们在每一次依靠当中，我们知道这是你所应许的，要赐下够用的恩典来引导、来陪伴我们。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把我们自己摆在主你面前，求主你圣灵来充满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主你面前的敬拜，每一个话语都是对我们所说的，都成我们的帮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跟喜安敬拜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受到你用你的爱在包容我们，你用你的爱在拥抱着我们。就是我们也要跟你说，我们也好爱你。天父，谢谢你在今天早晨，我们能够一起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求主你让接下来我们的敬拜，还有等一下的信息，主，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再次交给你的时候，求主你来充满我们，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就得到能力，能够更多的去爱你，更多去爱人。谢谢天父，我们将祷告是奉到基督耶稣的圣灵所求。是的，神是我们所爱的，因为他赐下能力在这当中，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是满有尊贵权柄荣耀的主。让我们高举他的圣名，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配得至圣尊荣。耶稣
战和全人来将这荣耀归给你，让我们在主面前知道除了你别无拯救，让我们来到主面前依靠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愿主你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你名是耶稣，就要成为我们的依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颂赞耶稣的圣名，我们要先请诗班的弟兄姐妹来唱。除了他别无拯救，他名是耶稣，因为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Don't wait.
是的，主耶稣，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跟全意全力来敬拜你，赞美你，因为你的名配得那一切的尊崇跟赞美。主啊，是的，因为你的名就是我们的医治，你的名就是我们的盼望，你的名就是我们的安慰，因为你的名就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因为你就是那永活跟全能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但愿我们的一切的歌声、一切的敬拜以及我们全部的生命都是要来单单荣耀你的名。主啊，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要来敬拜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求你亲自掌管我们的全心全人，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来为你而活。主啊，我们更愿意看到主啊你的名在全地要被高举，我们更要看到这天地跟万物都要来敬拜尊崇你的名。主啊，是的，也求你掌管我们的全心全人，跟我们的教会能够来成为你的见证人。主啊，因为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个城市要被你所复兴，主啊，我们更是要看到这天上的国度就要很快来降临这里。主啊，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你的名在这里再次的被荣耀。主啊，求你来差遣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愿意来走上那征战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是那奉你的名来征战的时候，你已经早已经为我们预备那得胜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你的引导是这样的美好。主啊，我们就把一切的称谢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以下献诗是由彼得牧区所献的诗歌，是我活着为要敬拜你。
谢谢彼得牧区的献诗，使得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要来敬拜主，就要全心来爱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多出来的恩典。请翻开今天的圣经，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8节到第42节。翻开后又来念。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去。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今天信息的主题是不能夺去的福分，我们请本堂高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每次来到神面前，我们都带着喜乐的心，因为今天将有奇妙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当中。当你相信的时候，整个会场要充满神的荣耀，因为你的心里相信，你心里有个空间，你打开你就会看见。那在今天我们之前，我们从昨天晚上有一个听障的一个团体来到我们当中，是台中施恩堂，他们有一个特别小组，是听障的朋友在那个大家所组合的一个听障教会。那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有一个活动，希望能够激动他们，不管他们生命、生活还有喜乐的那种感觉，重新看到生命里面是那么美好的感觉，他们都预备了很多的活动，还有很多的计划。所以他们有一个环岛旅行，就是骑单车。那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上第一堂，他们在这里聚会，第三堂他们有一个简单报告，然后刚才他们就直接再继续出发往屏东去了。是一群没有办法听到声音，但骑脚踏车在这个当中一起来成为一个生命的再次激动哈。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哈。那在他们这个教会里面是一个手语的教会，所以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拍手都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全场都很热烈的哦。然后他们在讲道的时候也是用手语。那我们很高兴在他们的手语教会的牧师潘牧师，今天在他们这个队伍当中，也特别在第四堂简单跟我们有这样的报告。我们来拍手欢迎好不好？弟兄姐妹平安。对不起，高牧师那个遥控有吗？好，还好我不是听障，所以拍手听得见哈。如果是听障，就要挥手了。非常高兴可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个手语宣教啊。一般来说，我们谈到听障，都用身心障碍的角度看他。那做的事工都叫做社福哈。但是我们今天用另外一个角度，从圣经来看。圣经告诉我们，有一般启示，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借着受造之物认识神，可是受造之物不能认识神的救恩啊，所以要有特殊启示。所以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啊。因此罗马书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因此所有人要听见福音，要信福音，都要有人传。但是听障呢比较特别，因为听障在历史上一直被忽略哈。曾经有一个哲学家叫亚里士多德，他说那些无法说话者是无法受教的。所以其实在耶稣时代，听障是没有手语的，手语是在16世纪开始发展出来的。好，所以近代现在手语就变成聋人的母语。但是在这之前听障几乎被社会遗忘，甚至于被教会忽略了哈。那听障到底有多少人？在台湾听障有120万，中国大陆的听障人口比台湾人口还多，有2780万。
整个世界呢有差不多1亿，这么多的听众，他们怎么能够听见福音？他们没办法听见福音，他们只能看见福音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大使命要完成，就必须万民，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听见福音。少了一族一方，一方就是一种语言，那大使命就没有完成。哈，那么可是听障者在台湾的处境如何呢？台湾大部分在服务听障都是用医学角度去看他，就是他听不见，叫做感官有问题。感官有问题就要矫正，所以用助听器，用人工电子耳，然后教他说话。近40年来推动回归主流教育，就是要让他从听障变成听得见的人，简称听人。哈，以下雷同哈，就是听人就是谁呢？就是你我。台湾的教育医学尽量把听障变成听人来看，好，所以呢，要求听障如果聚会就跟我们坐在一起，那有人翻译，如此而已哈。那但是他其实敬拜大部分都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在做什么啊，只能乖乖的在那边罚站陪我们半个小时而已哈。那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观点来看，就是文化的观点来看呢，其实他为什么叫做身心障碍？不是他自己是障碍，他自己可以没有障碍。比如说听障跟听障通通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聚会，像蒙恩手语教会通通用手语在敬拜，在讲道，他没有障碍的。但是一旦来到这里，他就变成障碍了。为什么？因为这里没有人用手语。那所以障碍的原因是环境给他的，不是他自己会有障碍。那因此我们就要思考，如果我们要对听障传福音，怎样可以让他福音没有障碍？就是用手语对他们传。那听障又分使用手语的，或者回归主流教育使用口语的，还有这两个都不会叫做资语的。而神的心意呢，就是他们也要得着救恩。好，那因此呢，在这样的领受之下呢，我们就开始了手语宣教。那其实手语宣教是上帝早就预言的。好，因为启示录说，我又看见另外一个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方是各种语言的意思。所以上帝用400年的时间，用他的仆人，什么牧师啊、神父啦、这个宣教士啊，在各国发展手语。我目前收集到的文献都是由这些神的仆人开始的。所以上帝用400年的时间发展手语，目的就是要人听障也能够认识福音。那在韩国呢，这是手语教会的分布图，韩国已经有超过100间的手语教会，让听障就近可以聚会。可是，在台湾有多少呢？台湾目前只有台中、台北、台南、高雄4个城市有手语教会，所以听障要聚会是很困难的哈。而为什么台湾的听障信主的人很少呢？大概0.3%，因为做工的人少。那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求庄稼的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目前全台湾容人自己成为这个弟兄姐妹，成为信主了，然后成为神的仆人，在牧养听障的，目前只有6位，全台湾哦。那听人就是你我这样子，像我这样子，在牧养听障的只有5位，整个台湾只有11位，所以当然听障信主的人很少。所以我们就想，我们应该培训更多的工人来收他的庄稼哈。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个学校，叫做听障侍奉训练学校。那目前我们开2个系，一个是手语宣教系，一个是听障事工系。好，那这个手语宣教系、听障事工系招收的是听障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目前培训了2届，总共8个毕业生啊。那其中3位已经在做全职服事啊，有1位是实习传道，就是在这个骑单车的车队里面其中一位。好，那手语宣教系是针对听人，就是你我，开周末班，那不影响工作，不影响教会的服事，用10个礼拜6，一整天的时间。那我们已经开过2届，第一届是在台中，第二届是在这个冈山，才刚开完。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筹备第3届了。我不晓得台南有没有可能成为第3届的地方，假如台南圣教会在这边开始第3届，我相信等到这个毕业以后呢，就可以开始发展整个台南区域的手语宣教。台南也是很大，听障大概有1万人，多少人跟他们传呢？目前呢，在今年5月
台南卫理堂刚成立一个手语布道所而已哈，所以功能还是很少啊。不晓得你们觉得有可能吗？可能吗？哈，那我们可以再来研究一下哈。假如台南有机会成为第三届哈，那我们就会在各个县市哈这样陆陆续续去开，然后呢让各地都可以开始来服侍听障。那除了这种培训以外呢，听障在这个社会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学会了技术，可是没有人可以跟他沟通，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预备一个鱼池，让他在这边钓鱼。蒙恩听障后培养就是在这个观念之下设立一个鱼池，让听障一起，所有人都是听障嘛，所以他们沟通就没有障碍。我们把它称为 business as mission， 啊，不是只是一个 business 而已，是 business as mission。好，至于怎么做，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红培坊也算是一个家，是一个教会的形态在经营的。好，那今天在一楼已经预备了他们做的产品哈，那也邀请大家可以来继续支持他们。听障不是需要施舍，他们需要的只是支持，因为你也会买月饼，你也会买饼干，那何不试试看向他们买呢？你若不做手语宣教，那你也可以做一个支持手语宣教的人。谢谢。弟兄姐妹，真的很感谢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哈，当然如同刚才所说的，台南圣教会愿不愿意在这成为第三届的这样的一个手语宣教的一个训练？弟兄姐妹，我们盼望真的是能够可以。那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牧区现在他们在曲中学校他们所做的这样宣教工作。那我们这一期门训也有开了手语的训练，哇，50几个同学员在这边上这种课哈。那我觉得，当你愿意学的时候，你就相信一件事情已经开始进行了，有没有？阿们。然后今天潘牧师来跟我们讲，岂不是神所安排的吗？我觉得在很多事情，神要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记得，如果我们眼睛没有打开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一种眼瞎。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听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样特别作为，我们也是一种聋人在灵里面。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这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好像在神面前欢喜快乐一个新的故事。那在今天开始，我们仍然要让大家看见另一个新的故事，也就是教会翻转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故事。在教会翻转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来到教会，然后紧接着从我们7月初在屏东、在云林、在南投这几个队伍的原住民的工作，我们看很多小朋友哇欢喜快乐，他们也愿意来在生命里面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然后把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自己教会的时候，上个礼拜真的整个教会爆满哦，10几岁的小朋友带7、8岁、9岁的小朋友，整个教会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一个10几岁的小宣教师。然后我们盼望这个教会从下面这一代起来是教会的一个盼望。那当我看到他们在带这些东西的时候，哇，那种感觉，那种新的动机、创意的动作、表演还有爱心，让我非常非常感动。感动的不是这一群节目这么精彩，感动的是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把心摆上去。那一样的，我们盼望在以下有一段时间是他们在神面前再一次把荣耀归给神的故事，让我们盼望在神面前用这种喜乐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再次拍手来欢迎他们一起上来好不好？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动。其实一样的人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一直亲近这些新的小朋友，最小的好像才国二，要去带六年级的小朋友。因为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长大我就要侍奉。什么时候你长大记号？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缺乏的人，而我们现在是正常。上礼拜有视障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这礼拜是听障。你在他们身上你所看见的，你是怎样的？你是一个在神面前丰丰富富的长。如果我们到原住民区域，哎呀，这次好累好累好累。其实你要不要交换角色？你就知道在神面前我们是多么多么在神面前蒙恩典的一群人。我们盼望在这次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给他们热烈鼓掌，好不好？然后我们在神面前，他是我们的神迹，他是我们的，他们成长的过程面带给神的祝福，很多都是因那个现而是我们亲自祝福的这些小朋友，因而今天在神面前成我们的同工，这是我心中很大很大的感动，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就是一句祝福的话在他们身上，好不好？你开你的口为他们祷告，愿意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恩膏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能够帮助他们，因为这就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激励。我们开口祷告祝福。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相信圣灵荣耀上，我们也相信你使我们看见，你让我们看见这条道路，看见这个教会，看见在这世代发生的新的故事。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新的这个礼拜将要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将要来的这个礼拜的儿童下礼，我们相信有神荣耀在每个队员身上，他们将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创意，更多的在神面前做上帝的智慧。他们所说所做的一件任何事情，都要看见神荣耀在其中。但愿他们在每天的道路里面重新得力，他们的身体健康，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智慧，他们在面前所拥有，都是在神面前更多新变化的故事。谢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现在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所唱的诗歌，他们所宣告的是把生命奉献。而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台南圣教会所走的道路里面，已经80年了，我们是老了吗？我们是渐渐的在数算以前的恩典吗？主耶稣，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今天就有新的恩典，今天就有新的计划，在我们的感动里面，在你在我们前面道路的引导里面。当我们听到听障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你兴起了很多神的仆人，成就很多需要的人帮助。主啊，我们也要，我们也要引导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奉献的时候，就是我们把全人奉献，这是成为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心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感谢神，我们再次拍手来，谢谢他们啊！感谢神，愿这个教会所充满的都是这样赞美、感谢、感恩、荣耀归给神的故事哈。好，在神面前上感恩。好，请坐，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可以回到这个位置。OK。弟兄姐妹，每一次在神面前这个聚会主日崇拜，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周而复始，我们得到什么？我们是来这里做礼拜，我们是来这边祷告，我们是来这边传福音。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思想，我又传福音，我又读圣经，我又祷告，但是久了以后变成法利赛人，变成祭司长，变成文士，很会教导人的，但是常常成为教会的毒瘤。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常常思想一件事情，到底我们所得着的是自聚还是自我生命的粉饰？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要注意的哦。好，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记得你既然来到神的家，就应该是神的家的祝福。果真的是这样子吗？你有在属灵里面一同建造吗？你是活石一起建造的吗？好，那我们在神面前来思想成就神的美意。弟兄姐妹，我今天来到教会，我很热诚，我固守我的岗位，在我的岗位里面把教会弄得很干净，
哇，看到外面有一个人。要平安，弟兄姐妹，如果你平安是，那你会觉得好好开心哦，好开心哦，脸上的表情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人跟人互动，我侍奉神，哎，好累哦，我祷告，哇，披头散发。弟兄姐妹，在神面前，你所有侍奉加起来是等于零，甚至等于反效果。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来到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没有讲四福音，你没有讲彼得，你没有讲保罗，什么都没有讲，你只让新来的人感觉到，我好爱这个教会，这教会很棒啊，我们这大家都很棒，大家都互夸别人，没有人在夸自己，哇，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同弟兄好棒哦，他很会做什么，很做什么，大家都看别人比自己怎样强，哇，大家会发现，哎，你们这个地方彼此相爱、彼此包容、接纳的感觉很强啊。你没有讲保罗，你没有讲称义，你没有讲什么，但是大家喜欢来这里，因为叫神的家。弟兄姐妹，也许传福音，把生命奉献给神当作活祭，比你嘴巴讲很多还要重要。当你把生命当奉献给神的时候，哇，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弟兄姐妹，不用担心，我会讲得很快，现在才刚开始。不能夺去的福分。当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已经读到，哇，我知道这是讲玛利亚的故事。弟兄姐妹，玛利亚是一个壮士吗？是一个勇士吗？
上好和福分在他的手中，你抢都抢不走，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玛利亚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女子。弟兄姐妹，也许吧，我们来思想，为什么神在她身上命定的不能夺去的福分在她身上？她并不是勇士跟壮士，锁住她自己的福分。弟兄姐妹，请注意这个感觉，什么感觉呢？我们常说，来到神面前，爱你的神，请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with all your heart。常常在思想一件事情，你要不要用你所有百分百守住？那守住什么呢？所以才叫尽心嘛。你如果没有尽心的话，很容易就被人家夺走了。那也许我们要说，我为什么在生命里面会被人家夺走呢？最近我们常跟大家再次提醒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请你三件事情一定要预备得着。来到教会，你一定要这种观念，弟兄姐妹，我今天来到教会，我要更认识耶稣。我说，我哪会不认识耶稣？我早就认识耶稣了，弟兄姐妹，你认识台南圣教会吗？我早就认识，对不起，你只不过认识台南圣教会基本资料而已。什么基本资料呢？创设几年，你连基本资料都不懂。啊，高牧师是第几任牧师？你连基本资料你也不懂，你根本不认识，更何况弟兄姐妹，台南圣教会下礼拜要做什么？所以你并不是认识台南圣教会，你只认识台南圣教会的一些严格一些建筑物的位置而已，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认识耶稣，你只认识耶稣的基本资料而已。但是耶稣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今天是什么？你认识吗？弟兄姐妹，好不好？今天就来更认识耶稣，有没有？阿们。弟兄姐妹，你今天一定要更多得医治，要完全更健康的身心灵，因为神要给你的是生命灵魂体的强盛，这是神预备要给你的。第三，弟兄姐妹，你今天要成为贵重的器皿，神很喜欢用你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奥运会的节目的一个报道？你每一个国家都派出最好的，对不对？代表队。今天神的国度，你要不要做神国度的奥运会的代表队？那叫贵重器皿。想到你，神每次想到你就用你对了，就用你就对了，就用你就对了，因为你是那个有的，神就要凡有的还要加给你，不会把你夺走。如果你是那一个每次出去比赛，每次都有100个理由的，今天水土不服，明天那个饮食不适应，后天因为对手裁判，因为每次都有不同的理由啊，每次都输啊。另一个人他没有什么花招，另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抬头，他只会做一件事情，每次出去每次都赢。你要哪一个？神要那个能够得胜的，所以你要做那一个什么贵重的器皿。弟兄姐妹，你今天要预备要得着神的荣耀。有人说，牧师，你为什么把字打得歪歪的？这样你才会注意看啊，要不然你每次都会睡着，太平了你就会睡着。咦，弟兄姐妹，太平顺的日子你不能这样过，弟兄姐妹，因此你在神面前就要思想，为什么在日子里面神告诉你说，曾经给你的我要把你收回来，曾经给你要把你收回来。扫罗啊，你不符合神的心意，你做了你自以为是的事情，曾经给你的国我要把你收回来给别人，比你更好的人。弟兄姐妹，神给你多少恩典？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些恩典，求你把这些恩典收回去，给那个比我更好的人。你要不要这样祷告？弟兄姐妹，神要那个信心求告神的人，而且相信神的应许，还有相信神必定赏赐那相信的人，神就会喜悦。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今天来看这故事。那这个故事里面所说的，哎呀，我们知道这个是比较卡通，不是怪物哈。根基立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它都不会倒过去，因为这个建筑物 muscle 很强，它在这个。整个故事里面，他不会被冲走，因为他根基在哪里？磐石上，很稳固，不会被夺走。他所建立的不会失落。其实这个故事他讲在哪里？讲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两种人。哪两种人呢？啊，我们先做一个好像对联似的这个比喻哈。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会说啊，不会怎样，不会做。哇，来来来，对联，会说不会做，对应什么？重看怎样？不重用。弟兄姐妹，只会说一大堆，叫他做的时候理由一大堆。啊，有的人长得那么的魁梧啊，叫他做事的时候，原来里面都是空的。弟兄姐妹，什么都不能做。很多基督徒会不会变成是这种样子？你要不要变成这种人？不要随便说阿们哦，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你要思想，你要不要变成这种人？不要。神要叫你常常思想一件事情，活在神手中。这个对联还可以继续说，会说不会做，重看不重用，还有一种叫有听怎样，没有懂。弟兄姐妹，在你生命里面很多的聋人，他们用心去感受，感受到心灵的话语，但是有很多听到的人，听得见的人，这叫听人。他们怎样呢？他们听了一大堆，最后给牧师一个建议：牧师，你今天讲话哦太大声了，我很难睡得着哈。以前那个比较平顺比较好。弟兄姐妹，常常思想一件事情，有听没有懂，很快就失落神在你身上曾经给你的祝福。弟兄姐妹，给自己一个思想夺走的感觉。弟兄姐妹，圣经有说会把我们夺走吗？有很多，我列举一二三哈。弟兄姐妹，思想一件事情，以撒跟扫罗说：“以扫，以扫，你兄弟用诡计把你的福分夺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不在乎嘛。”你根本不在乎你在神命里面应该要有的荣耀，你把长子的名分你就随便卖了，用什么卖掉？红豆汤。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注意，常常注意，你想要的，你当场想要的，你刚刚好那时候想要的，可能卖掉你一辈子的需要。在你生命里面常常为了某一件当时的情欲，当时的想要的什么东西，卖掉的是一辈子的福分。弟兄姐妹，第二个，耶和华对你说：“你既行这种事情，不遵守我所吩咐你的约跟律例，我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所罗门。”所罗门，你背弃了两次向你显现的神，你不愿意相信。他曾经两次向你显现，第一次给你智慧，第二次告诉你我悦纳你所献的圣殿，结果你背弃了，我要把你的国夺回来给你的臣子。弟兄姐妹，再来，圣经所说的，你是神的仆人，曾经给你机会，一千两的仆人，你不愿意相信，你也不敢，神给你机会你不愿意做，神做了一件事情，收回来给那些愿意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在神面前，我用各种方法把你叫醒。在神面前，你要思想，神给你机会了哦。神今天也差潘牧师来告诉我们，你给他谈谈圣教会机会了哦。我有听见的，弟兄姐妹，其实神正在动员所有的十几岁的小孩，动员所有的小社青。我们讲过。九月开始，又是新的学年度开始了。高中、国中要分成不同的牧区，所有辅导新的辅导要起来。我们要建立新的敬拜体系，我们要建立新的宣教单位。今天恩龙传道又带着一个小组，他们往台湾的教会去。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小组到各同不同的原住民教会去，跟他们配合他们事工。弟兄姐妹，我们在动什么？我们在动眼光，并不是在动工作。说老实话，我们去又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盼望我们的传道到七股，到什么地方去，任何地方去，我们都可以看到各教会的眼光带回来教会。教会要动员所有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动的对不对？现在来看，第一点，也许吧，我们生命都在拼凑我们人生。少了什么就做什么，再拼凑一下吧，看它能不能更完整，再拼凑一把。我们都在做这种补来补去的工作，怎么补，你的生命都还是很多的漏洞。
我们就很多的忙碌。在我们做很多忙碌的时候，我们看到生命常常愁烦，越工作越愁烦，没有因为越工作越完成事工的感觉，都是越工作越愁烦。为什么呢？好好试试看，也许这就是问题。今天你也许就在这当中了。马太事后的事情太多了，马大事后是太多了，心里忙乱。弟兄姐妹，为什么呢？第一件事情，他看见忙碌的事情，都是我在做，都是我在做。然后耶稣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又听不下去，他听不下去，他听不见灵里面神要对他说话。然后他又看见不公平的事情，我在做，耶稣居然悦纳玛利亚，还跟他讲说上好了福分在他身上，我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明明是我在做。弟兄姐妹，我们说了这样，大家还是很难体会。对啊，真的是马大啊，在做啊。举个例子，有没有听过莫扎特这个人？他是哪一个牧区的？这位莫先生哦，在一生当中，他的音乐旷世奇才。假设现在在我们当中，今天要去你家，我们假设了哈，今天要去你家，而且他有带一个很大的期望，跟你分享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我的钢琴协奏曲，为什么要用这种主题？还有那个故事，Don Giovanni那个故事，为什么那么从诙谐当中变成那么严肃？他想要跟你分享这些。哦，终于他到你家了。哇，莫先生，你来我家了，我好喜欢这么有名的来我家，请坐，请坐。然后他就拿起他乐谱要跟你分享的时候，等一下，我去切水果，咔嚓嚓嚓嚓，先切芭乐，哇，哒哒哒哒。那个莫扎特说。啊，我的钢琴协奏曲，等一下，翁来要不要吃的？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时间也不多了，我早上跟你讲说，不然我先跟你讲歌剧好了。好、哦、啊，够西龟，要够西龟，咚咚咚咚咚！好、哦，弟兄姐妹，西龟不是这样切的哈、哦，这个是要剁水饺饺子啊。那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他有没有很忙碌招待？有啊。但是想跟你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但是当这位莫先生来你家的时候，你家能够荣耀、能够丰富，是应该是什么事情发生才对？应该是音乐发生才对，而不是水果，而不是水果。弟兄姐妹，想要给你听的你不听，你不听也就算了，还怪那个要听的人。弟兄姐妹，心里面就有很多的苦毒，都是这样子，难道看不出是我在做吗？弟兄姐妹，因此我们生命慌乱、忙乱、苦毒就出来了，苦毒就出来了。玛利亚她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她只不过坐在那边听而已。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 OK， 第一种感觉是什么？闷了，不高兴了。马大说：“我的妹子留下我给人伺候，你不在乎吗？耶稣，你不在乎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试想，我们对跟耶稣的对话，你不在乎吗？我们已经在指责耶稣了，像犹大那时候指责一样，应该可以卖30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啊。弟兄姐妹，大儿子要跟爸爸说，难道你不知道都是我在做吗？你儿子把钱给娼妓去挥霍你说钱，你都不了解吗？你应该把他怎样，把他赶出去才对。今天在神面前，父亲的心是什么？救恩又是什么？弟兄姐妹，应该是欢喜快乐的事情，被你搞得很闷。今天在教会应该高兴的事情，常常搞得心里面慌乱，然后苦读责，相互指责，因为规定是什么、啊、规定是什么、啊、当我们闷的时候，下一步就会变成什么表情呢？唉，生气了。弟兄姐妹，我们就发出不健康的判断。耶稣，请你停止说这种话，叫他从你那边怎样过来我这边帮忙我切水果。
弟兄姐妹，自己不愿意听就算了，当有人被耶稣喜悦的时候，我们还不高兴。为什么会苦读呢？苦读来自于那个非常用功的人，苦读 来自那个非常努力的人，苦读来自于什么？非常尽心侍奉的人。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我侍奉啊，但是成为邻居里面气得要命的人；我侍奉啊，成为很多来教会的人吓一跳的那种角色。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再次思想，今天你的位置在哪里？是不是跟着耶稣走？是不是跟耶稣走？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神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得着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走的。学习一件事情，学习一件事情。风吹在海上那么强，你既然没有办法改变风向，你为什么不顺着风呢？为什么不顺着风呢？让你的道路能够看到，能够让风驾驭着你的生命，而你也驾驭着风，顺着风，乘长风而破万里浪。这就是我们常所说如鹰怎样展翅上腾。既然有这个力量在你四周围，你不要去抵抗它，是神特别给你的，是神做的，你就顺着它顺服。弟兄姐妹，今天神的恩典来到你家了，请你有一个智慧，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所得到智慧，并不是物理化学所得到智慧，不是数学，不是历史地理，所得到智慧是什么？所得到智慧是知道神的能力来到我当中，而我让神的能力彰显在我家，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你所得到果效比一般人啪啪啪啪要命，更加的丰富。他们就说，你为什么那么有智慧？弟兄姐妹，你终于知道智慧是什么了。弟兄姐妹，求主你帮助我们，神为你开路，你要比别人更加的清楚看得见神的作为，别人不知而你知的。弟兄姐妹，上好的福分在你生命的亮光一样，看见了，看见了，不能夺去的。那风那么强，你不能改变风，请你学习一件事情，顺着风，借着风能够成就那大的力量。弟兄姐妹，这是态度的问题，态度问题。当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顺服的态度，相信的态度，聆听的态度，愿意配合的态度，愿意合而为一的态度的时候，生命的果效超过你所求所想。两种人，一种人拿着扫把气得要命，只差没有把扫把丢过来而已。弟兄姐妹，另一种，你安静听的时候并不是不做事，他安静听的时候，他后来知道他生命所做的成就的人类的救恩的祝福。我们希望他能圣教的祝福，他能圣教的翻转，就在你生命里面一颗配合的心，而不是你的嘴巴。我们求主能够保守，今天我们正在这个时候，正在神所祝福的时候，不要让这世界一大堆的规定告诉你这个不能，这个、告诉你不能，以至于你让神要给你的奖赏被人家夺走，神要给你的奖赏被人家夺走。弟兄姐妹，什么叫做这些隐儿？神让很多的规定在我们四周围，就好像给你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告诉你西头在这个地方，西头那边有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等着你去享受。今天我照地图找找找找找找找到西头了，请你就好好去享受西头的那个很棒的饭店，所有里面的节目去享受。结果你已经到西头了，还把地图拿起来，有竹山应该怎样？这张地图要把它弄干净一点，然后竹山的位置跟这个位置要重新画一下，这样比较好。每天都在研究这张地图，难道你不知道吗？神给我们的话也是要帮助我们认识谁？耶稣。你已经认识耶稣了，让耶稣在你身上充满你，引导你，不要在字句里面转来转去，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常常让教会停滞不动，求主能够引导我们。这是新的故事，也是我们在神面前再次思想，当我们教会往外走的时候，不管牡丹香，不管狮子香，还有丰丘，不管引领的园长教会，或者是最近来我们教会许多这些团体，我们祝福瓦托托，也祝福瓦托托也是施恩堂给我们介绍的，还有这些喜乐
的侍从上，他们的感觉，我们去感觉到我们有的荣耀，我们有的恩典，我们有的恩赐，他们没有，但他们表现的生命的动力比我们强。这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在思想，主啊，让我们的教会动力要比以前更强。我们教会有个很大的恩典，就是上次杜明达牧师也说过，椅子太舒服了，还有冷气刚刚好。弟兄姐妹，所发出来的果效是大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考虑铜板换成木头椅子，不过我们里面会大过外面的，我们一定会被得胜。阿们，会得胜哈，会得胜。所以我们相信，每次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所充满的是恩典，再加上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生命，你一定是得胜的。在神面前献上感恩，因为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一直思想的，打中标杆，不是浪费时间去打中标杆。让我们生命在神面前这奉献是不断日新月异的。虽然圣经有告诉我们说世界上都一样，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全部都是归于虚空，偏偏有一件事情一直都会是新事发生。如果你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你要把生命奉献给神，不要效法这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天天都有神存钱可喜悦的旨意发生，要再发生在身上。今天有没有？你相信今天有没有？今天有。所以预备领受神在生命里面改变你，改变你的这个故事。而这改变你的故事，因为你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好喜欢来到你面前，我们很喜欢用赞美的歌声来到你面前，我们喜欢荣耀荣耀归给你的这样的故事。主耶稣，我们曾经尝试更认识你，所以我们上了很多的课程，我们尝试更多侍奉你，所以我们参加了很多的班。但是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越侍奉越苦闷，越多的彼此比较？主耶稣，求主你引导我们，也许我们看错地方了。我们希望神你喜悦我们是照你的心意，而不是照我们的心意。我们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虽然甚至我们有博士的头衔，但求主你帮助我们，把我们一切可夸的都放得下来，让我们在你面前单单夸神的信实永远长存，让我们生命也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能力在我们身上护庇我们更完全，更完全。这是我们祷告跟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首诗歌跟大家分享的，古旧十字架改变我，我们盼望这新的故事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新的祝福，要直到永远。这首歌我相信一上杆你就要哥哥他。我们盼望耶稣基督使我生命成为新的，已经来临到我当中，这是我们的见证。
江淑华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晨透过高牧师的口，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不能夺取的福分。主啊，你也救我们脱离那只求世上人看见的福分的肤浅。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的里面定睛在主你的事工上，跟随教会的脚步，跟随牧者的脚踪。主啊，帮助我们脱去那不需要的在对世俗多余福分的追求。主啊，也救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对孩子、对家人、对这个世界福分的追求。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那一些肤浅只求世上的福分的需求。主啊，让我们能够定睛地仰望你。主啊，让我们 有一颗大卫的心肠，让我们能够就在那日，等到那一日我们能够得见你的面，我们就心满意足。主啊，帮助我们定睛在你那不能夺去的福分。主啊，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就像诗篇所说的，喜爱你的律法，昼夜思想，使我们成为你所称赞那有福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喜乐地参与教会的事工，喜乐地与弟兄姐妹同工，喜乐地与牧者的脚步同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里面真的成为主你所说的，能够称赞我们成为一位有福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化我们的言语成为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同的建造教会，一同的在里面享受主你所称赞的一位有福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颂荣，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诗篇23篇。他是我，他我在。
主耶稣，谢谢你，现在我们站在你面前，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看到许多许多，也听到很多的故事，让我们在你面前知道，站在教会的脚步，站在时代的日子里面，我们希望是时代的尖端，我们希望让时代看得到我们，我们希望时代能够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是被神祝福，也求主你引导让我们所行的，我们寻找神你所喜悦的事情，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成就神你的爱，在教会也在我们四周围，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如果是贵重的器皿，求主你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我们希望像奥运会得金牌一样的荣耀，我们看到神国度的荣耀得胜的景旗在这其中的时候，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因为万国都要归向你，这是我们祷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得胜的渴望，也相信你的荣耀的灵必定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我们相信在这一切当中所含着的祝福跟医治是我们生命最珍贵的，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很真实的领受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医治，让我们身心灵强盛活泼，我们所行的是为你而做，当我们看到国度荣耀盼望的时候，我们每天向着标杆直跑的态度是坚定的，而且我们所得着立上加立跟恩上加恩的祝福成为我们在生命前奉献，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